吃晚餐了，结果下午下雨。原本晚上要做事，结果下午下雨。这个茶，就下午下雨，就休息啦。反正今天也是礼拜天啊，休息。明天应该天气会比较好。晚餐，一个蛋，然后中午的，然后老婆又采那个高丽菜。现在高丽菜有点贵哦，老婆，一颗多少钱？还好，我选59。啊，59，那59、69的，是哦，39的很烂啊，39的那感觉就很烂那种，是哦，59的比较好吃。哇塞，蚂蚁好多哦，我宁愿一肚子还要蚂蚁很多，你也是千块，不要啊，我肚子长而已啊。小鱼全年东西，肉的东西，很多东西都没有了，应该是。台风天的关系啊，泡面还蛮多的，买了很多素食泡面。老婆晚上饿的时候可以吃。明天晚上要是没有下雨，工作下午吧开始做，应该做到晚上，赶快把工作做一做。哎呀，这就是今天的晚餐啊，高丽菜，来吃看看。看高丽菜好不好吃？那高丽菜贵啊，应该有的是高山的。高丽菜不错吃，要不要加辣椒？嗯，不错。刚走了，转南风在吹，在飘雨。明天应该天气比较好。明天礼拜一啊，好了，要吃晚餐了 ，OK。OK， 拜拜。就今天晚餐，菜色还不错哦，拜拜。